你想永葆青春吗？你比较希望在健康状态下了解自己身体，还是在生病状态下了解自己的身体？不论男女，都希望自己能永葆青春活力，身体健康就是财富。但是年轻时通常不在乎，都是感觉衰老时才开始重视。如果我说现在有个机会，可以让你更轻松、更简单、更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，你会相信吗？你不要完全相信我，也不要完全不相信我。不过2009年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的成果给了我们梦想的机会。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经过40余年的研究结果指出，端粒可以控制一个人的老化速度，端粒越长可分裂次数越多，就可以维持青春活力。这有些像当年秦始皇汉武帝在寻找的长生不老仙丹。长弓生化科技提供你简单但是最完整的基因检测，让你更了解自己的身体，不仅可以提前知道疾病风险，并有机会采取有效措施预防，也使扭转老化这个梦想有了希望。